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，今天是旧车篇，旧车古车，古车古贵的车派去，好啊，派去总是爱，哎，这啊大机啊，哎，这机就好用的呢，那要给他敲车啊，我这机拿出来，我无啦，我旧贵啊呢，这个是有用处的。你是吓人啊！即比如讲，你啊 Q 碰布派去，我自己拱拱车卡，因为有些椅子打开擦不到的话，就是敲底板敲一敲看看。假设今天泰山打给我，泰山打给我说：“哦，你倒车啊？”啊，我大概问说：“啊，你是怎么情形？”弄掉啊，弄掉啊，弄掉，我叫拖车啊，拖走啊。然后要看嘛，比如说你是停在路边啊，没有，我去买个东西，闪灯闪太久，哦，闪个半个小时之后就没电，没电，没电的发不动，那我们就用电霸。好，或者是说，哎、欸，我刚开到 Seven 而已啊，我买个东西就可以看到红火，可是过去都没有声音，好像暗着，那有可能就是刚刚讲的 Q 泵不是的，还是启动马达挂了，就是几个嘛、嗯。这一次就比较特殊一点，他说他开开有没有起火了，在低档，可是他排档在打的时候是打不进去，应该是打会动，可是档位不会动，档位不会动，但是感知会动，感知会动，哦，这好像就是。跟什么啊？会不会是二代、二点五代有没有？那个排档怎么套掉了？很像类似这一种。对对对对。我们这次遇到的是阿提斯，阿提斯也会坏。哎，你拿来讲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它就坏了，卡在路边了。对啊，你不要怕我了，我也没办法，它卡在红线，我也没办法。哦，对啊。哎，我忘记带什么，知道吗？一桶白漆跟一个滚轮。你先。先涂白的嘛，先涂白的，再画一个停车格出来，这样就对对对，这样可以的吧？可以可以，好的可以啊，好没有啦，先涂白的嘛，我先看一下，哎，搞不好不能发动，如果它是低档就不能发动了，看一下可不可以发动哈？有啊，在 P 档啊，它打到 P 档啊，它为什么不能发动？有没有看到？它在哪里？它在 D， 档位显示 D， 但是它当然在 P 档。P 啊，我们这是用强制的啊，对吧？这掉了啊，应该下面掉了而已，它不会动。哇，来，我再打，对吧？哇，它这样闪而已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是拆而已啊，这还好啦，这我们已经拆了 N 格的啦，所以我们就判断是什么东西坏掉。好了，差不多快完成了。现在啊，困难来了，我也不知道哪个线。我在看呢、啊，我也看不到。好了。我看是不行了，我要去拿工具了。我们决定了，我们就拆，可以开走我们就走了，我们就不护眼了。哦，哎呦喂！好了，其他的在哪里？排档在哪里？刚的线是什么？这个这里。哦，应该是那插的，以前你可以用那个电话，有没有？啊，讲电话的。诶，是刷灯机哦。啊，加了，大皮啊，哇，可以发动，快，热死了，干，哪一个？哦，他刚怎么坏？这个，哇，加不，大皮啊，掉出来了，这个应该要挤的足啊吧，它掉了，你要把它扣起来，这样就好了，对吧？好嘞，皮，对吧？皮，好了，它本来有一根嘛。啊，这个套子套上去，它卡住了嘛？它破损了，被松掉了，一动就掉出来啊！这虽然拨是这样，啊，这个拨不到就没有用了啊，就这样。最少我们可以发动，可以开回去。开回去。对啊，因为我一直是以为是这一个，没有啊，后来看到是这条线。是这一根啊，对啊，这一根啊，这一根这个头松掉了，对，松掉了。没有，我这样轻轻一扒，它就出来了。对啊，现在目前这样就不会掉，怕你松掉就掉出来就不行了，我还能拿出来啊。可是它好像很容易喷掉。我等下打档，它先扶着，扶着打。如果低档就没关系了。但如果不扶，它会喷掉。会啊，你打档看。哎，马古，现在是还好，也还好，但是已经慢慢冲。对啊，它会掉出来。掉出来。对，它会掉出来。我要做这做做这个啦，做这做那个马古。无，但是我第一个做就拍伊。第一间拄着歹啊！你慢慢啊咧，我也是第一次哎。我想说你不讲，你做就这样。我怕片长太短哦，做个效果。没有，真的是第一次了。这个我就拆很多次了，这个就很容易坏掉，有没有？后掉下来嘛，后啊，这个是前面嘛，
所以装上去，这个是盖板。欸，你看啊，他做得很聪明哦，他是一个前后，这里会动，为什么会动？因为我们在靠靠靠的时候，他就每个阶段他就会这样跑，这样跑。哦，对，他做一个，你看像转盘一样，对吧？啊，这个久了会破掉，破掉的话，这个也会破掉，所以这一组都很棒，都没有破。好了，先直接回去教材料装上去就结束，啊，这算故障排除。嗯，啊，这个。假设好了，一般客人应该也不会这样用，就叫你拆，因为好了，你会的也不是代表你每个人都开 artist 啊。对啊。啊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大概啦，这个我也不敢说我们精准，为什么？因为每种车构造会有点不一样。我记得马三也会这样，马三更简单，那个这边自备架拿起来就摸得到了，直接用手拨。嗯。橡胶米胶这样的，如果常晒太阳久了，它还是会脆的。那你要不要现在叫材料，回去就可以装了？这个叫什么瓦塞？我拍一拍，再请材料商靠。好，那我们就回去喽。好，等一下见，拜拜。Big Boy， 澳洲卓越性能电动工具。耶，大家好，我是柯皮展示，你看，柯皮瓦星期啊，赞助商而来啊。Hey, Big Boy， 澳洲品牌哦。好，我真他妈恭维啦，偷窥气矿买我就知影了。哦，这我知道，这个是放药水，这个可以用泡沫的，是吧？而且拱这都快速接头了，差了的话，你说它很重吗？我觉得还好，我单手就会举起来了啊。只说它有轮胎啊，哎，可以对啊。这就简单的嘛，这就是电的开关。嗯，入水、出水，红橙黄绿蓝靛紫，这里是喷水的头啊。它这边有写有没有宽度零、十五、二十五？好啊，这个白色看不太到，这个是多少钱？哦，四十，零跟得起中间这样嘛？宽度有没有十五度、四十度这样？水箱它这个是直接插在这里的，头嘛，有它都爱贵些，还是讲你要给它喷药水的，将来喷上去就可以上泡沫。我等一下再试测，我们等一下去洗我的车。欸，这坑我后边的，我坑到半下坑十外只啊！如果你觉得这样哇，咚咚叮啊，你就是提起来，这就是缩起来啊，这种是快速接头，哇，看到起啊，这只要一个水的地方就可以骑车了，明白吧？是吧？欸，你看那车在坐，路边哪水啊？路要接水喽，欸，这规避哈，30米，30尺。可以啊，你看，哇，加多长？一般车子有没有啊？不要说绕两圈啊，这左边右边绕一圈半都没有问题。然后这白色的比较明显啊，看得到，因为没办法，我们这边露天的，所以有棚子的，有没有？可是我们还算半露天的，灰尘还是很重。这个是现在这里的话重要，你知啊，我今天晚上要开啊。这头就直接拔下来就好了，零度应该是直接这样强的。哇，最强！试一下我们的水沟。5.5，哎，车皮拢甲装起来嘞，我可以把它洗干净的，你看，哇，有没有看到啊？真的冲掉了，水沟盖可能这辈子最干净的，最宽是40，白色的40，这是最宽的了，哎，对吧？最宽的家呢？哎，多，你看多，这一格都可以洗到，没办法。啊，这也是可以洗啊。宽的话就是，比如说你洗完车上泡沫有没有可以冲掉？好，我们来试一下那个泡沫好了。洗车机嘛，使用前摇一摇。什么？啊，使用前人爱摇摇的啊。我可以塞哦，它比较重，因为它比较长，拿进来比较重，它拿进来一点。啊，别切跨国了，快点快点。啊，这我会看完，我会看完。没有，我们是这样，不管怎样，我们都用自己的车队试验，这样才有说服力。你的范围会不会太大？对，刚好逆风喷到我那边，被自己的车淹色了，可是好爽。没有。完了，有没有这样看得出来吧？黑色的车你就看比较清楚了吧？哇，我有白车了！有白车。今天我们不是教洗车啦，我这样如果洗完了就开始冲了。耶，洗完了，洗完了，你看，直接上车，整个都不用拆，直上。枪分解了，哇，两只电线扣起来 ，OK， 还有专属的置物空间。哇塞！
我都放好了。哇塞，瓶瓶罐罐。哎，我来等伊啊，卖讲洗车啦，我们木来纱窗纱门换玻璃。都可以拿来洗啊，比如说家里不是有很多哇地毯放在地上，有没有大尿就大尿哇，拖家弄个在洗啊，赞，用起来敢讲了，整个机动力强，泰山被救后救的上野马在的下，我觉得用起来绰绰有余的，洗礼圈什么的慢慢刷啊，不用跟人家去怎么投币，有没有家里门卡靠填的拿洗啊，好啊，轻巧，我坐着就可以拿下来，对，拿上来了，我觉得还不错用，好，喜欢的话连结我们就会抛在下面搜寻就有了，自己斟酌了，我就觉得如果大扫除这个也是蛮好用的，不只是说洗车啦，洗家里的东西也不错，好，我们来去洗洗啊，谢谢，我会跟个家境，我会涨价。好，打烊了。你收走了，被我收掉。好了，耶，拜拜。喜欢订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。我的影片还有799，耶，拜拜。回到公司。怎样？黑的这个啊，这个应该是自己装的。他有装一个那个叫什么？刚刚几个工具那一个有没有？啊，开口扳手，我用那种几个开口扳手。所以那是排挡锁还是暗锁？就是排挡锁，就是一个排挡锁啊。这个可以拔掉吧？我把它拆掉了。哦，有钩钩啊啦，这不小一点，它应该是六角的，你就拔掉，这个应该用不到了。哇，五加六，哦五，看，威皮，看，有个好消息，我中了，他要紧张飞走了，看，飞去哪里？到底有没有走啊？看起来听起来飘啊，这个诶威皮也被你耶。你看被你圆的，真的，是不是？好吧，看现在拔不起来，我们就不拔了。那你这样子，你要怎么套那东西？它挡在那里。哎呦哎呀，这个套里面而已啊，套这个、啊，就这样哦、喔，它就插了。哦，有嘞，啊，给切落去，啊，切袂落。要不要先把那个塞到那个洞里，再插进去？对啊，你看它这个这么难吗？就是一个奶油的米啊。用来困住自己的东西，对啊，啊，本来就是这样啊，装这个就是困住小偷的啊，最后都困到都是自己。你说装暗锁，按到最后都是按到谁？自己的。对啊。哦，好了，哦，可以了啦，真的很紧，你都搞到歪腰去啊，真正歪腰。你真正歪腰啊你。哦，你看这样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哇，每个单位。L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你试一下。嘿，你起码这么慢了对吧？好了，它就可以复原了，复原就比较简单了嘛，就把它锁回去而已。这，等一下，原本预留孔的派起来拔掉牙。哦，这是饮料盖。真的饮料盖哦、喔，是什么的饮料盖、欸？哦呦哇！原本这里有一个，就是那个我说绿巨人那个、喔，他可能拔掉了，可能钥匙不见了，拔掉了。就是锁到自己的东西啊？对啊，你那线要加、喔。好啊，要装。其实这个线不加也没关系的，为什么？这里插起来，一台手机不？哦，那已经没用了啊。对啊，没有手机了。对啊，我们直接插回去好了啦。我这样我没有拔，就是要把它。放回去，好出来了，看啊，对啊，对吗？对我准的哦。啊，要T10是不是？嗯，T10。哎，你拿到T8，你在T10啊？在后面，对。好，我看到了，看到。美国都有准备好不好？因为我怕有些车是八号，有些是四号。啊，其实有些是用可以用那个十字架去转。他做锁太紧，其实是转不开，他会 tricky。通常都十号比较多啦，可是有时候有些车是用八号的，嗯，所以我们还是谨慎一点的。其实我真的是第一次啊，就现在你看这里可以摸得到啊，哦，这边其实就这样看得到了。对，没拆过我们就是看过嘛，跳个 J 嘛，嗯，哦 DIY 的名媛嘛，不知道就是越拆越多嘛，嗯，现在知道的话就是很简单。假设你今天有幸刚好是开到阿迪斯，我记得马三也是一样啊，我们把这个拿起来，这个拆掉，拆起来。如果真的故障买主手就可以摸得到了，就可以把它复原回去，嗯，把它打回去就可以开动。其实它这个啊，这样一翻开就看得到。对啊，对啊，这样看到了。啊，只是它现在多那一根那个东西卡在那裡。啊，只是说，你看啊，
现在你知道的，刚刚没拆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知道？因为就是没拆嘛。没拆过啊。对啊，现在我们知道的、啊。我们自己做猛狼的话，要、啊、把人家做个跳哎，先看隔壁转钥匙，再去拆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？对。啊，这很好拆啊，这第一下来，第二压就起来了。啊，这个就一般就起来了，就起来了。搞不完连拆都不用拆，左就摸得到了。哦，没有可能。盖子难盖好。你敢放？装不回去了，完蛋了。装不回去。不是吧？原本是这样吗？原本不是吧？他要从里面塞啊。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啦。哎，毫无违和感。对啊。哦，你敢偷你钱？敢。我给你也要啊。啊，这个盖子你可以玩两天呢，超刚好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耶，简单的算简单吗？反正就是处理好。其实蛮简单，但是如果不知道，真的。对，现在知道了就变简单了。会搞死自己。对，一开始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猜嘛。如果不炸给吸的话，状况下其实也是可以用。哎，这个真的要学习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那个东西先不管多少钱，假设你给它调回任何这个地方拖车就好了，从甲地拖到乙地好了，拖车费要多少？2000起跳，除非你有保险。嗯，不是每台车像这个那么好拆啊。对啊，我们最少你是阿迪斯的人都可以试用。好，阿迪斯要收费啊？没有，其实没有，其实马三的一样啊，它一样从后面开始拆，拆过来就看得到了，就可以播了。啊 ，Focus， Focus 就不一样了，它是在引擎室，它就要两个人，一个人坐在里面。他砰跳到低档，好低档我就可以开了，或者拨R档把库嘛，你不然就用推的嘛。他会掉的是在变速箱那个套环的会掉了啊。可是只有二代啊，三代呢？三代就不会了、啊，三代就不用了。二代二点五代才会，三代就没有了。三代坏的不是不一样的地方。确实应该是跟这个差不多了，可是好像这个真的很少了。这个东西都学起来，当然是最好不要用到了。我觉得是这样，各大网友不要用到。对啊，只是说用到了之后你就暂时可以脱困，不然从那个刚刚那边我蚊子那么多，那咬到最后来的时候说，你是泰山吗？认不出来，变肿大，给我放电咖啡机你，肿大。好了好了，处理好了耶， yeah！ 好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耶、yeah！ 好啊，我要去救我的客人的车了，他去刮到，我去看一下。好了，这是突发状况。现在要救第二台车，对，它发生什么事？它被刮到啊，好像没有很严重啊，没有啊，不要让你知道就好了。那你这样一擦就好了。啊，对啊，真假？现在就不见了啊。哦，卡好了，2000块。好，不要跟我。头家，你卖啊，搞错。不该创啊，啊，这地还这地啊。啊，人家剩两地哦。我两地啊。我靠。哇，我这干哪能样的头家？很严重，这个很严重。对，已经好了一半了，蜡再推一下你就看不到了。所以它是表面啊，表面被表面刮到一点点，就是粗蜡嘛。对啊。好了，没了啦，没有看到。擦一下那个角落。好了，我帮你烤好鸡了。干鞋，会猜吧？会猜，会猜了哈。都刚才刚我没对过啊。其实为什么不要烤漆？原因原漆就是看耐用，它被撞到，它其实会受伤，可是它不会像烤过漆那么的严重。你讲扩柜差嘞，我你都修路得一的柜塞就对啊。对，它不耐用，所以尽量就是不要去烤漆啊。是哦。对啊，我要去烤了。有个阿呆去烤漆。我在就可以了，感谢。好了，我们突发状况都处理了，第二卡已经结束了，完美，耶，落幕，拜拜。Ultra-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，你猜对了吗？对，本钱30啊，收运费20，所以是50块，所以50啊，我猜没错。我说干你赢了，你赢了，这次你赢了。我看我终于赢了耶！哇塞！还好这次没有赌注，没赌就赢，是吧？